纷纷对于上午7:47左右接获指挥中心派遣车祸救护案件，到达现场发现是白色自小客车冲撞数台机车后自撞民宅，现场有4名患者，3名肢体外伤，意识清楚，由头份及竹南救护车送往围攻医院救治，另外1名患者表示自行送医即可。